掷界外球。由于掷界外球时接球人不受越位规则的约束，因此不仅用于恢复比赛，而且可以为进攻创造有利条件，尤其是在前场30米内掷界外球，将球直接掷入门前，可以给对方造成很大威胁。技术动作结构分析：一、掷界外球的动作是一个下端固定的爆发式的平摆运动，需要稳固的支撑。二、根据身高和臂长掌握合理的掷出角，它是影响远度的重要因素。一般球出手早，掷出角大，反之则小。三、球出手速度快，则掷得远，这需要力量基础和协调用力能力。四、充分利用助跑的初速度，有利于将球掷远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讲一个内容，足球运动员，场上运动员除守门员之外用手的技术，足球都是用脚的，唯一一个用手的技术啊，掷界外球，就是球出了边线之后要恢复比赛，怎么恢复，就要运动员以掷界外球的形式恢复比赛。那么掷界外球呢，规则有一定的要求，就我们要在不违反规则要求情况下啊，尽量把球掷给同伴。这个在前场掷界外球的时候，有可能要求大家把球掷得非常远，在不违反规则情况下，规则是这样规定的。规则是怎么讲呢？运动员持球，双手持球，球要由脑后经头顶一个动作完成掷入场内，一个动作完成掷入场内，并且呢，两个脚的任何一个脚不得离开地面，并且不得踏入场内。如果是以这条线为例的话，不得踏入场内，这是我们的规则规定。那么在这个规定情况下呢？那作为一个技术动作，我们要求在很多情况下，大家看到有些运动员在，特别是在前场掷界外球的时候，如果前场掷界外球掷得好的，相当于一个角球，可以把球直接掷到禁区里面去，啊，所以说这时候呢，我们它有一个技术环节，尽量把球掷远，有些时候也不一定，反正是能把球掷得尽量远，这是我们技术要求上的。那么在不违反规则规定情况下，我们有一个技术动作，我把这个技术动作的这个整个环节给大家讲一下。首先一个，持球队员，那。站在线外，双手持球，那五指分开持球，使这个球啊置于脑后，身体重心后移，放到后脚上，背弓打开，收下额往前看，那收下额往前看，啊，这边同学看，收下额往前看。要掷球的时候啊，后脚用力蹬地，后脚用力蹬地，那蹬地同时收腹折体，身体往前压。手臂呢，大臂往前，由腰腹带地，末端边打动作，甩臂拨指压腕，由后往前，后脚蹬地收腹折体，甩臂压腕，拨指把球掷出去，啊，那个我做一下完整动作，大家看一看啊，瑶瑶，啊，前后开立的，双手持球置于脑后，收腹折体，甩臂压腕，把球掷出去。一定要掷出去啊，手要伸出去，甩臂压腕，一个动作要做出来，甩臂压，这个是这样一个动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脚在前后开立，脚在地上拖动是允许的，但是脚不能离开地面，一旦离开地面违例了，就要改由对方罚界外球啊。这是这个原地掷界外球。双脚开立的也是一样，重心后移，收腹折体，甩臂压腕，把球掷出去，两个脚的任何一个脚不得离开地面啊，这是这个原地掷界外球。那么为了把球掷得更远，有些情况下要求大家把球掷得更远，那么时候呢，我们要给球一个初速度，怎么办呢？就加助跑。助跑跟我们脚前后开立掷界外球的动作是一样，最后一步是一样啊。双手持球在身前，在体前向前跑动，到这个禁区线附近的时候，蹬胯胯大，背弓打开，形成那个前后开立这个掷界外球的动作。那同时呢，后脚用力蹬地，收腹折体，把球掷出去。那大家看一看啊，掷身前，掷于体前跑动啊，最后一步蹬胯胯大，
把球掷出去，啊，同时脚在后面拖动。那么掷球呢，一旦后脚翘起来，这就是违例，是一种不是一种犯规，是一种违例啊。大家来看看完整的动作啊，完整动作，身前掷出去，动作完成，注意不要踏入场内，别踏入场内也是违例啊。这是整个的这个掷界外球的这个一个技术动作啊，技术环节。这中间主要掌握，不要第一不要违反规则规定，第二背弓打开，收腹折体，甩臂压腕，这个连贯性的鞭打动作要出来。好，掷界外球啊，我们讲了掷界外球的动作要领以及规则的要求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做练习。第一个练习，大家感受持球的部位是什么样的，要感受怎么持球，双手持球啊，这是我们足球比赛当中场上运动员可以用手的技术啊，五指分开，把手掌心空出来，拇指相对，这是持球的动作，基本动作啊，大家感受一下啊，感受一下那个动作啊，对，看看动作对不对，举起来看看动作对不对，那、啊看举起的动作，看看对不对，啊，是放下来看，让同伴对面同学看看对不对，好，把交给对面同学看一看，做一下这个动作，感受一下这个动作，持球动作，感受一下持球动作，啊，拇指相对，五指分开，啊，拿起来看一看，让同伴看一看，啊，啊，好，行，把球交给他们，啊，这边，啊，下一个是，我们以掷界外球有。两脚前后开立为例，第一个要求是双手持球，使球置于脑后，然后背弓打开，重心放在后脚上，然后重心放在后脚上，大家做一个感受，这个背弓打开这个动作是什么样？两个脚前后开立，感受一下，哎，置于脑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注意重心放在后脚上，背弓打开，收下颚往前看，往前看，看同伴的位置，哎。好，来这边同学坐一下，这边同学坐。两脚前后开立，重心放后脚上，背弓打开，置于脑后，不要在头顶，置于脑后，一定要置于脑后，收下来往前看，背弓打开，重心放后脚上，收腹，哎，对，很好啊，交给这边同学，啊，持球至脑后，收腹动作，后脚蹬地，用力收腹折体。那这个动作感受一下，看看情况怎么样。来，收腹折体这个动作，不要把球掷出去。啊，收腹折体，重心往上压。对，好的啊，这边同学感受一下，这边同学感受一下。嗯，至于脑后，不要在头顶啊，至于脑后，收腹。后脚用力蹬地收腹，这个动作做出来，不，后脚不要翘起来啊，后脚不要翘起来，好，把球交给这边同学。那么下面我们把这个掷界外球前后开立，脚前后开立的动作完整做一遍，以大家脚下的这条线为界，大家在线外掷球，规则规定你不能踏入场内，脚可以在地上拖动，另外一个收腹折体之后甩臂压腕拨指这个动作，要做出来，把球掷给同伴啊。大家看一看啊，注意不要踩到场内了啊！跨步上步，收腹折体，甩臂压腕，把球抛给同伴啊。好，大家做一遍看一看，试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好，这边同学先做。可以，注意啊，后仰收腹，这个外边这个后脚蹬地，脚在地上拖动，不要离开地面了啊。好，这边同学坐一下。很好，来这边，球不要抛太高，压住啊。出去，手要出去，压住那个球。来，这边同学坐下。好，再来一遍，压出去啊，手腹折体速度要快，脚在地上拖动，嗯，
这边坐。很好，很好。